众所周知，我的世界的玩家分很多种，生存党、建筑党、红石党，数不胜数。我猜屏幕前的你肯定是生存党，不然你也不会来看我这期视频。本期小人给大家带来四款非常适合生存联机的模组，有拓展玩法的，也有辅助类型的。视频开始前还想请大家帮个忙，动动手指点个赞吧，感谢大家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第一款魂者大陆生存，最良心的免费斗罗大陆模组，刚出来一天直接10万加下载量，满分评价，完全脱离了我的世界的玩法，特别适合多人联机生存。加入了数十种全新的魂兽，建模十分精致，很多经典的魂兽都有还原，什么人面魔蛛、幽冥灵猫、地穴蛛皇、天青流氓等，我们可以通过击败他们获取全新的技能。武魂觉醒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很帅气的动画，同时呢还有多个维度等待大家去探索。这款呢也是评论区的小伙伴让小人评测的，也是多亏了大家的功劳。那这回这个模组如果满分是5分，你应该能够给满分评价了吧。还有第二款可怕的生物暗夜降临，胆小的小伙伴就不建议尝试了哈，小人的画面做了处理，大家可以放心观看，里面修改了6种生物，白天他们没有是，但是到了晚上外貌会变得非常的恐怖，晚上还有30%的概率变成血月，浓雾环绕不仅会干扰我们的视线，还会伴随着恐怖的音乐，怪物也会变得更加的凶残。修改了猎鹰人、蜘蛛、逆尸、马的外观，同时呢如果你在晚上打开陷阱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，陷阱箱会变成一只长角的怪物，而且还会发出怪异的声音，同时在森林里面会随机刷新这种诡异且长眼睛的树，靠近会有屏幕抖动的惊吓效果，就连创造模式也不能够抵挡，其他生物攻击到我们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恐怖效果。总之喜欢这种恐怖生存类型的模组小伙伴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好，第三款，这款是生存党必备的辅助模组，名字叫做新小地图，超流畅，也是最适合低配玩家的地图模组，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环境、地形、生物等，点击地图还可以放大，定点传送功能可以选择任意地点传送，当然也可以自己设置传送点，还能够死亡点传送。对了，上面的按钮可以隐藏地图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打开，相比于之前的地图模组，这款更加的干净简洁，但功能性却没有阉割，非常适合生存党。第四款苹果树免费版，这款里面加入了2种水果，都是可以在生存模式下刷新，让我的世界更加的真实。现在橡树上可以长出苹果，我们可以直接采摘，云杉树上会长出梨子，丛林树上会长出山竹，一款很简单的生存拓展向的模组。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有什么好玩的模组也欢迎分享，感谢各位收看。